欢迎咱所有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空六年，这里为十四号礼拜四，一万小阿爸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农播节目。当然呢，宝妹也甲阿爸老师来连线哈，老师要我等他几分钟，今天是真的等几分钟哈，因为又甲阿公吼也晚几分钟哈。好，可以了哈，老师说可以了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哈。好，待会呢就让阿爸老师哈稍微报告他自己的一个状况，需要供解，因为关心也这类然后实在是真多，他这次是真的身体好像很不舒服哦，有时候觉得还蛮可怜的哦，这一个人置身在外啊，嘛不阿多，你说到了这个年纪呢，你那有可能讲吼，食饱营养伫个厝吼。所以说真的是没法度啊，不然呢、哦、不可能嘛、哦、所以为了生活呢总是、哦欸、有很多事情要必须做取舍。好啦，不过我也在应该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来我们跟阿宝老师、哦、连线一下、哦、今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因为那天呢我们有试过、哦、应该是 OK 的。老师好。大家好。老师你有听我的声音吗？哦，就清澈哦，太好了，好怀念的声音哦，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怪想念的。对呀、啊，哎呀，这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哦嗯、所以有时啊，这个感受哈、哦，这个、人就是安尼啊，那是顺顺的时阵，那什么代志呢？就很顺哈，那、哦、无咧顺的时阵呢，啊，转出头聊聊安尼哈，想讲。这个几啊天两天无连线，无正常，即马好不容易可以连线，啥物这个换播啊声讲不出来。啊，结果后来是什么情形？那检查又说是过敏，哈啊过敏，我嘛知过敏哈，还即马啊，因为我有一个同有一个算室友，然后住伫我楼顶，那伊拢常常去食不啊啉烧酒，啊伊是一个中医博士嘛，哈。已经在厦大医院中医院做迄个博士后研究，专门咧做迄种小孩的一个囡仔一个过敏了吼。因为伊发现这中国大陆足侪囡仔过敏，含台湾同款咯，足侪囡仔拢足过敏的安尼吼。啊，流你啊流鼻水啦，有诶无诶吼。咱较早拢寒人拢两港鼻水安尼流咧流咧啊，无啥要紧。啊，即卖囡仔吼流你啊啥物？什么足食辣的吼？啊，搁有啥物？有一种哎，我妈去刚刚听到，啥物叫做川崎市症吼？这个啥物有诶无诶吼？我知，我反正吼，足、哦、出头真济。啊，反正这种呢，啊，拢含这个有一点点啊，这个同款吼。咱咧讲诶这种啊，所谓这个川崎市症的是讲，伫一个黏膜诶，这个有一种淋巴吼，含淋巴诶一个。啊，这要照讲应该是这个幼婴啊，才会对安尼吼。听讲是，听讲是幼婴啊，才会对啦吼。结果啊，报啊讲。啊，伊讲怀疑吼，讲我高度的怀疑吼。伊虽然伊是中医师，但是伊对于这个啊西医各方面的这个有呢有足了解哈、啊。然后因为这种季节的是讲春吼、哦，这个应该是冷变热的时阵开掉了呢。哦，啊，主要是婴幼儿啊，也发烧啊，这个口嘴唇哦，我嘴唇唔捌闭的哈，今嘛那看一条白嘴唇的，感觉就恐怖安尼哈，啊，然后也这个手足哈，卡手的了啊，这个啊，有一点啊硬性安尼硬硬啊，诶，了啊，他呢，啊，挂嘴哦，啊，这个那种腮腺炎哦，所以一开始是怀疑讲是一种叫做什么？什么叫做咽颊炎？急性咽颊炎啊！结果我们那些中医师讲，是啊，什么咽颊炎来安尼吼，所以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安尼吼。那、啊、因为这个物件就麻烦的，就是讲说它很危险，它蛮危险的，因为有当时啊，产生这个心脏严重的损害哈、哦。啊，所以这个中医师的很要紧，伊讲因为你心脏靠状况，所以你一定爱去注意这项代志哦。所以他讲啊，一定爱较紧来处理啊呢。啊，所以嘛是安尼，所以很快哈、哦，大概就了解一下，因为持续会发热哈、哦，因为其实。之前两天在连线的时候，不然就是有点烘烘，但是我都觉得那些小块应该是没啥要紧、嗯、但是到尾他有那个有觉得有那个汗水我就觉得没啥正常，眼睛流啊，烘烘这样、嗯、这个哪从去吃到什么东西过敏、啊、但是第一了解就是说这种东西好像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发生在我这样的一个年纪啊，人家五岁以前容易得到哈，啊，不然五十岁啊，这里得这边去用钱，讲啊，反正你管他几岁哈，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我讲你这的是一种过敏性的这个表现，所以很类似这种的病症啊，但是不是那个病症哈，啊，所以呢，啊，你一定爱这是一种这个皮肤黏膜的这个。综合的这些症状吼，我都开始啊。啊，即马咧，伫你咧知影这种教学医院吼，上介意看到这种奇奇怪怪这个镜头，因为两年前其实我都有一届好像，那天就并不找英雄，一边嘛那有吼，啊，但是一边很快就退下来，但这届拖下几工吼，啊，所以目前也知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吼。后来开始。这个中医师有想到说，诶，好像两年前你也曾经类似这种镜头，是不是你去吃到什么东西过敏了呢？然后就开始想到，啊，对，一种有测试出来，不知道对某一种鱼油，哦，类似那个鱼油一种东西，鱼肝油一种有没有，人现在很多人在吃这个对一种这油类一个过敏吼，啊，所以我唔知道是唔是去食点什么鱼啊，是什么款唔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呢，只知道是鱼油过敏，但是唔知道对一种鱼有过敏吼，所以今日咧讲话呢是有一点啊串吼，啊，这个可能麻烦咱听众朋友呢多多包涵吼，这个啊，其实状况都已经蛮好的了哈，提供起码呢应该。咧讲话时阵，即个虽然较无像进前几工安尼张开口力哦，啊，但是应该是还蛮正常的啦吼，所以伫只感谢咱听众朋友，做侪人拢讲啊，不啊你爱吼，啊，即个对咱真关心哦，即啊真的我们都像一个大家庭里面呢，即个互相即个亲人安尼吼，一种感觉，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啊，对啊不啊即。这个关心，所以这啊，照讲这种私人的代志，实在是啊无方便的。这个节目内底，但是你太侪听众朋友对咱的这个问候哈，啊，可能关心，所以不直接简单甲听众朋友做这下这个解说，还无啥要紧啦哈，啊，这个还很 OK 啊。但是呢，讲无啥要紧，直接我要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讲哈，你讲不要小看一些小症状，然后当时我当时就是陪咧上，然后啊无啥要紧啊，连插鼻嘛不爱插鼻哈。然后就越拖越麻烦，啊，最主要是因为，可能我有吃一寡一种，这个抗排斥的一种药啊，吼，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对着一寡这个反应吼，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吼，所以有时啊，人可能比较容易这个出现这种的竞争啊，但是呢，这个有哈，生啊，不啊，或许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这就是讲。底下要甲咱听，就比如讲，就是讲，因为天气的这变化哈，天气的这变化，尤其今麦这温差哈，这个不太容易过敏，在这个时候都很容易过敏哈。啊，咱讲的过敏，就是讲一个这个外来的一种，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哈。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爱稍知影者哈。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外来的这个物件哈啊，还是讲，比如讲像咱的温室内底啊，温室内底烧烧啊，咱的做个流汗出来呢，像即马吼下晡时出来见到冷风啊，咱人的这个冷热的调节中枢就较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有当时安尼就较容易去感冒哦，所以啊，底下咱也是提醒着所有这个好朋友哈，只是讲虽然啊不啊蛮陪，蛮陪，但是因为啊一寡这些镜头，我家己拢做细致的啦吼，这真的我拢会做很小心啦吼啊，因为呢咱人。就是爱很健康的生活哦，这家己的这状况，有个人讲啊，要安怎就安怎对啦，要上，那咱就知影要安怎，但是上惊就是讲，伊都唔安怎嘞，对不？哦，哎，得个愈麻烦，是不是？哦，啊，所以把身体顾好，哦，啊，这有个人病到要病死哦。其实咱的身体健康啊，尤其咱一寡啊老大哥、老大姐啊，病到呢啊，拢想讲啊，这房间啊，吼，甲留两地啊，安怎？吼，留一寡给因的当之类许安尼。这部分来讲，直接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其实，咱的身体健康，哈，你的身体健康是咱今日是说上大一个这幸福，真正是安尼啦，因唔免烦恼嘛，因伫外口咧拍拼，你嘛知影讲，哎，卖敢讲哦，因烦恼卖敢讲，啊，但是呢，啊，你讲未烦恼拢敢骗咧，哦，啊，所以咱也是讲的，当然呢，这个家己呢，这个尤其即马这几工啊，吼，就巩固这个天气，这个变化，这几工可能要
各有一寡即个降温的即个可以机会吼、哦、啊，尤其呢，即马开始呢，为今日开始即个东北季风吼、哦，影响爱了较凉一点吼、哦、啊，然后佮加两日吼，16号即只加呢，佮有一个另外吼、哦，另外佮有一波呢啊，即、這个较强的即个冷气团，就是讲拜六即只加温度佮较低吼、哦，所以即早暗的即温度比较较低淡薄，啊，咱听众朋友呢一定爱少来改节注意，尤其礼拜六即只加吼，啊，因为好卡在就是讲还是稍微干了一点点吼，较大小寡，所以伫即个病害的这方面吼，倒是较无遐尼啊，即麻烦啦吼。所以啊，一般来讲是较唔免遐尼啊，即个担心吼，因为啊湿度低吼，通常的问题就较细。但是伫咱温室内底，伫外口可能无啥要紧吼，但是伫温室内底吼，这种湿度低的时阵呢，因为温室内底湿度会较悬吼，所以有时啊，即病害你嘛是爱先事先先预防，然后就讲。一寡即个寒人的即个病虫害吼，即寒人的即病，尤其地药呢，一定爱注意吼，一定爱注意。所以即个食肥吼，算讲伊咧大本来较慢，所以有当时啊寒吼，咱咧大做不咧大本来就较慢。啊，你看伊咧大较慢，肥的佮加下一寡，加下一寡拢是淡素，有当时下落无啥效吼，因为温度低，所以迄个反应就慢呢。伊即下慢，佮等到较好天雪化时阵，伊反应起来，反应起来时阵袂赴啊！我甲你讲，哦，迄阵怎行起来？啊，一行起来，伊就不耐寒，哦，啊，过来就是讲，啊，伊因为你咧伤过头寒，吼、哦，还是讲淡素较悬，吼、哦，较寒，伊就不耐寒，不耐寒，即个问题就足大，吼、哦，所以即部分咱听众朋友一定爱真小心，啊，来甲伊即个注意者安尼啦，吼、哦，所以即尽量伫即个所在，尤其像讲，啊，伫即个感冒病，吼、哦，感冒病可能咱就是即个瘟疫病，吼、哦，这段时间。咁咧就就容易来解即个三星哦，即啊即个瘟疫病咧，伫即种即个低温哦，啊即个季节当然湿度呐高的时阵吼，相对变讲你温度差不多20度左右吼，相对湿度呐95%一暝，有当时啊隔一暝4点6点钟吼，伊就规个拢起来吼，即长咧咧啊咧发生的即足紧啊，所以咱可能伫这方面就是讲啊，首先咧先来解即个做者即预防亚磷酸氢氧化钾吼，这是一个真啊重要的即个用。算事先先用呢，其实这效果袂歹。啊，你唔能等掉啊，开别讲啊，不然迄瘟疫病我要亚磷酸氢氧化钾啊。啊，当时啊，伫迄个风头风尾，比如讲，咱即马即真侪人即个温室吼，伊有做相定的即、這个啊，所以迄个卷阳吼、哦、算通风的用。啊，那是暗时吼，正经啦，想令咱啊北冰箱，还是讲两冰冰甲放落来吼，甲放落来。啊，要开吼，你啊惊湿度伤高，要开什么所在？开罐顶迄个型吼，算留一棚啊，互伊通风。啊，那是暗时吼，反正你会当先甲伊放落来，不要紧。啊，透早起来啊，有日头即时阵，甲互伊。即个就是讲，爱做一个记录哦。如果那是讲伫15度，拢不会低于15度哈、哦。你唔免关嘛，不要紧。但是低于15度，尤其那是12度以下，你都要做细致，因为12度以下有可能啊，即、这个。对感冒病的产生这寒害哈、哦，所以有时啊，这咱来需要注意者哈、哦。这大概是啊，这咱们去注意的这重点。啊，个这就是讲像即、这个有哈。肠啊，够一个就是湿气真重，迄个时阵吼，因为伊有当时啊温度降低落来吼，啊是讲到迄个落水吼，湿气真重，啊这疫病的就容易来改这三星吼，这点一定要注意。啊，当然啦，像这种宜兰呐吼，啊是讲像苗栗啦吼，这种所在呢，这唔免讲吼，这你就是反正因的落雨，落雨迄个所在，你这个肠啊，这个吼啊疫病吼，迄个药啊，你都要较紧来夹，吼先甲带好掉咧，啊是讲你未落雨进行亚磷酸氢氧化钾，吼，十天进行都爱用，15天伊个效果较会出，吼，所以这点咱听众朋友嘛爱少来解一个了解一下，吼。啊，个就是讲，比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来讲呢，就是讲，咱中南部当然就是这个日夜温差真大，吼，日夜温差大。啊，但是因为这个。东北季风转凉，所以像这个斜纹叶蛾吼，这亚多糖这种，这嘛就厉害吼，伊也无啥会惊寒吼。原来是要够赶快来改这个发生吼，所以咱伫这方面来讲嘛，是爱个注意到这个这个亚多糖的这个风低哦，所以这部分糖吼糖呢尤其像这个酸呐、啊、吼酸呐、啊、吼，还是讲这嘛有特别一寡特别采收的这个番薯啦、番薯叶啊这吼、个、这拢爱注意，因为这亚多糖吼。
伊可能无啥物唔食诶吼，那想袂起来讲伊啥物唔食吼，所以这爱真注意着吼，所以这点呢可能那是有看啊，小可有即个虫啊，是讲迄个野伫暗头暗时啊，伫遐咧飞时阵下晡时来钻。哦，因为伊一波时卡会出来吼，尤其咱中南部呢是讲日头较咩，伊通常拢啊伊会少微者吼啊，所以伫这方面来讲，你伫防地上啊嘛相对吼、哦，相对爱少来个即注意点吼、哦，这大概是咱啊即、这个当去了解者即所在吼啊，所以呢，即、这个并讲像各一项吼，各一项就是讲像即几工啊，是唔是有即、这个啊即、这个那是像低温啦吼，并讲伊温度足低吼啊低，咱来讲。足低是低到什么程度？差不多十二度以下哦，十二度以下。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十二回科的这个斩头菜低温春化哦，八度是上适合的一个温度，八到十二呢啊，这是上适合的一个这温度。就是讲，这种温度那是一点钟哦，比如讲在十二度一点钟，安尼就是啊叫做加一哦，啊那是。啊，拄啊好伫十二度这个所在吼，伊、哦、甚至也当用一点五来算，就是讲伊一点钟等于一点半钟的一个效果。啊，伊累积到一个啊一个数字的时阵，就是讲伊累积这个低温的处理有够的时阵呢，伊就较容易啊这个开花吼、哦。所以有时啊啊碰头啦是安怎吼，啊甚至有当时啊就是讲啊一寡这个吼吼，也变讲像各类菜吼。哦伊也是讲这个花菜细长大长迄阵，那是特别许啊，你小花讲有要要开花时，其实无啥要紧。花菜，你啊讲像迄个花菜，也是讲高丽啊，拄种种落无偌久吼，迄阵伊迄个条件较无够的时阵，伊后边就容易去啊去影响，有可能怎提早开花啊？提早开花对咱来讲就无好啊，吼，迄阵就无唔好吼、哦，所以伫颠倒呢，伫这种内底，咱就是讲水分啊、甲肥分吼，爱少来家即注意者安尼。哦，这点可能是伫咱啊，即阵咧栽培时阵咧，啊，稍来注意着。啊，而且那是伫室外，并讲啊，有种一寡豆啊，吼，即进前啊，不啊，拢叫人种黑莲豆、种扁豆，吼，啊，即个粉豆、歪豆，即个吼，还是讲像即个大中医啦，吼，啊，即类嘅即个豆啊，啊，即豆啊内底吼，即个啊，大中医啦较难挂，十二度应该无啥代志。啊，有嘅豆啊，吼，伊那是要伊会去挂着，啊，挂着伊迄个边头安尼乌身乌身吼，啊，即个产量就变真歹安尼，所以即。点爱少来改，即注意点哈。啊，别弄会当卖互伊挂掉吼。咱啊，你讲即个豆啊，呐无生卖互伊就肥，啊呐有生爱肥互伊食。啊，但是呐拄着上冷的时阵呢，肥你都少控制者。咱咧讲的即肥就是即淡素肥吼，淡素肥卖互伊遐济安尼吼。啊，你起来自然就靠我多甲即个啊问题吼，甲伊即个接受个好势吼。所以即大概呢是即个当我朋友少了解点吼。啊，正经呐是讲像即阵啊，即两天安尼甲伊看。在礼拜六跟礼拜六的晚上啊，拜六的一个，这个，伫咱现在讲的是以云林甲嘉义为准啦吼，就是讲其他这所在较袂较准吼，这以咱现在这范围内，底其实差不多吼，彰化、云林、嘉义那是海口的这所在，可能啊，这温度就讲礼拜六，礼拜六的这个暗时吼，半暝啊啦吼，就是讲等于是礼拜的这个透早。以这个时间，这温度有可能会去见到十三度，甚至到十降上这个咱沿海空旷这所在，甚至有可能降到伫这十二度的这温度。所以后礼拜这个时间就足重要。所以这两天啊，吼可能啊，大家较无闲，一拜四五啊，这吼大家了啊较无闲淡薄啊，然后啊，一寡这工课我看也是爱小改这个要处理者吼啊，加啊改专者，啊你会当配合啥物物件呢？啊，配合一寡较唔惊寒的这个要吼啊，比如讲用一束啊，这个啊吼啊，这种来改喷一下，啊伊就较会冻寒吼啊，然后你会当。加一撮啦，硝酸钾吼啊，一点点啊淡素吼，伊但是伊个有加啊，所以有营养啊，个有这个降抗寒，安尼起来吼啊，较袂讲有个人讲啊，怎加怎加，啊结果呢，拢怎加到尾啊呢啊，就真容易吼，想过头钾含量过高，啊就想过头硬吼啊，变作较容易开花，安尼嘛唔好吼啊，有个物件咱不爱回想啥，像拄个只讲的这个。诶，各类菜，还是讲像即个细长的即个青花，未前买伊叶啊，都要被大力去提早开花，安尼是毋是足吃力哦？啊，所以咱伫这方面就是讲爱少来即个注意着。啊，即阵啊，那是要各有即个。喂。啊，即有当时啊，伊伫即个表面上的了，较。
这应该拢是正常正常哦，所以这应该是不啥要紧哦啊，所以呢，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这当我咱好朋友啊，稍来解这了解一下呢哈。大家兄弟这段时间啊，咱来稍注意的这所在，那是客户不清楚啊，这个无明了的这个所在呢，较麻烦咱听众朋友哈。啊，随时咱会当利用现场的这個电话吼，啊，真几通连线无讲介好势啊，过来就是许啊，即卖已经拢有较正常啊，咱会当吼，即个啊，该保持着一个节目正常的一个啊，即进行啊嘛，欢迎咱所有好朋友当利用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可以转错电位。阿爸老师有讲过吼，前两天呢，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不再多说。这两天呢，欠的太多了哦，我就惊吼，欠一个图片。之前我传了一些图片给老师吼，啊，我就想说，咱那是拜呢，别用一毫一个给讲，结果哪知道吼，所以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哦，难过啥呢？好了，我们赶快来吼，加快脚步吼，把咱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呢，稍吼请教老师一下吼。老师，想要跟你请教，就是讲，之前那个，我先接一下电话好了，人打电话来，哦，来，喂，你好，喂，你好，老师好，嘿，你好，哦，嘿，老师要保重身体，好好，谢谢你哦，一期二期，栋梁，嗯，没事没事，请教老师那个，我现在番茄是用斜整双干斜整枝，然后现在是在采地。得去割灰啊，它开到第12个花序。那如果想要延长采收，就是让它采收期比较久一点，有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它现在第12个花序开出来，就没有像底下那么多花了。那是要再补玉米素，还是补其他的氮肥，还是什么？然后又不要影响甜度这样。我听广播，好好好，来阿爸了，12个花哈，迄嘛我那真平哈，一般咱这个大果番茄啊，作者人拢收6个哈，这个我听浙江这边的人讲啊，迄阵他们咧开讲，我讲阮收6个花哈，算啊上标准的安尼，伊讲。他妈的台湾真好安尼哈！你讲伊拢收4个花尔，第一个花结袂起来哈，啊，即两三时收起来，第5个花寒死吼，所以差不多是收4个花。我讲你通用温室哈，啊，讲有啊，啊，得温室拢会叫风台下去吼，啊，所以有时啊，即种吼真侪即个环境的即个需求，所以因伫迄只遐吼4个花，人因都感觉讲哦，即足赞的吼啊。这个进行教伊，教伊讲你要用什么物件，用什么物件，用了袂歹吼。啊，即卖伊的那三不五时啊，伊的传迄个图片吼，啊，报讲啊，这个物件要哪处理啊？你吼，我拢跟我拢教伊讲笑讲啊，你去问恁改良厂，伊讲我们没有改良厂吼，没有台湾那么好，所以有些底下要甲咱听众朋友讲的是讲，善用社会资源吼，啊，几家这环境无啥共款吼，所以并讲像咱台湾大概咱的标准大概6到8朵花吼，啊，因为如果管起的时阵，咱伫节目内底要甲听众朋友讲过，刚刚变啊超过2米吼，超过2米呢，会越长越小颗。我讲过这句话的时阵，叫做侪人甲吐槽，因为伊讲，人迄个西班牙人、荷兰因迄个种较悬，但是我实在要解问讲，啊，伊敢有超过迄、那个个敢有掉伫超过2米的所在？伊也是尾啊拢枝条，伊个到时阵嘛是爱甲留落来，你知影无？无你个个原啊大袂起哩。伊个吊索啊嘛，啊，你啊看起来足悬的对无？结果伊嘛是甲留落来，啊，有一个较无差吼，迄、那个。彩椒哦，彩椒真正无啥差。彩椒因为因迄个顶干硬、干硬性，所以伊无在落、无在条干老了个，所以伊就一直扭起、扭起、扭起啊！即、這个啊，备料真、备料真悬吼，这可能是一个足正常的一个啊，这个所在，所以。有当时啊，因为一个每一只季节吼，等于讲啊，物件无同款的时阵，咱爱去了解到伊的这特性啊。所以你讲甲12个花起哩啊，已经有较细蕊啊。我是感觉讲差不多啊，吼，应该你爱做诶。如果长那是足惊，因为你要办啊12个长，建议讲搁起哩，甲12个花遐吼，你断心吼，心直接就断掉。等掉好伊诶营养吼，就卖个去迄个测牙吼，卖个好伊即个补进去。啊，正经那是长，你感觉讲我这长只惊吼，想要搁好伊许搁老诶时阵吼，胃下骹老，
为半道剥壁出来，因为老茎一枝起来老，迄同款。因为咱即马是毋是伊个伊，你头啊只两三时已经拢搬啊第四个、第五个去啊嘛吼。啊，所以即个物件你拢搬了啊，你会当伫即个所在伊个布院啊吼，同款的布院，迄个所在你搁改老一个。搁甲留一支一个印起来，一印吼，比如讲你一条枝条甲留两印，啊留两印，搁留两个花，啊你看下你留伫顶啊吼，当当然咱讲的这是长真惊的这个情形之下，啊你一印搁起来，伊就一个花，啊然后去一个花出来，搁来办，安尼就好啊，吼、哦，所以要留爱留伫下骹，莫留到顶管，顶管遐甲剪掉，啊无你搁起哩吼，伊较悬吼，较悬地歹干过地，伊就是讲。个老起来，伊迄个个嘛是足细粒的吼，所以你先改剪掉时阵，伊花可能会并讲伊起来无遐侪粒比较紧吼，可以较少一撮。啊，咱那是个看迄个脏细袂歹，咱留下开，安尼个袂互相去影响的吼。你当试试看买下者吼，啊，可能是安尼这之类个吼，之类做法。啊，个即个就是讲，伫这种脏细吼，比如讲那是较细粒吼，较细粒咱来分啦，比如讲。你也当改喷一撮啦，啊，进前咱会用这个玉米素，哦，阿伯也是喏，咱哩，啊，搁个听众朋友，啊，搁介绍，林海绿藻，为什么要搁去用这种物件？为什么要搁用这种绿藻这种物件？就讲、是、这个物件伊第一大吼，就讲、是、果实的这增大是，啊，这个效果一个还不错，啊，所以咱利用这個方式呢，吼、哦，种正常那是一长正常咧大，其实你不用这个。啊，深海绿藻这嘛不要建立用玉米素伊的话，都是啊，起码这个啊，那是讲要让伊起来，因为营养上你该补一撮啦。吼，哎，但是因为有当时啊，伤过吼，会稍微小一点点，这是开算是蛮正常的。吼，但是如果那是小番茄，吼，如果那是小番茄呢，啊，伊迄种无限生长，因为伊结果量虽然少，但是含大果番茄无同款，迄种糖量是无同款的吼，迄种成长量无同款，所以你会当啊小番茄就是含雕刻有关，所以迄阵你可能伫左果子的这部分内底啊，你必须要染一个深海这绿藻落去互伊雕，还是讲咱有一个这个另外咧互伊开花迄、那个吼。你可以开花机啊，蓝的做花转，迄种嘛是一个一个天然细胞分裂素哈，安、哦、尼起来伊滴滴调花效果就较好啊，所以你一定爱看看讲啊、是有调还是讲花开少，那花开少你用玉米素，好、哦、用玉米素伊迄个花较会侪啊，花有开起来啊，但是呢调起来那种较细粒啊，你得用这个啊、绿藻素安尼，好、哦，这大概是安尼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别啦哈。啊，那是讲调花调袂好势，调花调袂好势，咱有一个专门的调花哦。你看啊，加迄个物件来做一个左果的这个使用安尼，好、哦，所以啊，这大概是伫这方面你也当安尼来改这个做处理，好、哦，这提供给你做参考啊、哦。嗯哼，好，来6338601，这是咱客运专线电话。好了，老师，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个陈建州的问题哈、哦，陈建州有迄个菇菜叶啊哈，拢冷起。哦，你稍微看一下哈、哦，待会有时间让他赶快回答一下哈、哦。我再接一下电话、嗯，来，喂，你好。喂，宝贝你好。哎、欸，你好。阿宝老师好啊。哎、欸，我请教一下哈、哦。哎、欸，我柳丁哦，拢迄落鱼卵白。嗯。安尼真搞笑啊，都补起。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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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足侪人是安尼叫，但起码先甲伊讲个好势吼，就讲、是，安尼讲即个耳卵病吼，有个人是血压顶悬吼，有诶耳卵糖去甲加啦，但是咱听种朋友咧讲，毋是即种啊，毋是即种诶一个即个情形啦吼，就讲、是、即、這个，但是咱先甲，就讲、是、有当时咱听到即种耳卵诶即个问题吼，耳卵就是迄个表面上吼，啊表面上诶一个即、這个。嗯，免我讲吼，比如讲像咱叶啊，即个叶肉的即个所在，啊，那是割食的时阵，啊，割食的时阵，伫迄个割皮吼、果皮迄个所在吼，啊，即、這个靠你啊，唔是伫果肉啦吼，还是伫迄个皮即个所在咧，啊，即种呢，即、這个是咱所看得到的吼，所以大概是啊，即款呢，即个即种即个问题安尼吼。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吼，即阵嘛当然是伫即个时阵吼，大概咱的真歹来改即个做处理啦吼，来讲因为伊那发生了的时阵吼啊的真歹来改做一个即个处理吼啊，但是即个部分来讲吼，就是讲咱来稍注意者吼，这是含即个钙甲硼有足大一个即个关系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讲，因为咱土一般种种即个甘蔗类的所在拢比较比较偏酸嘛吼，所以即大家知影即正常的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为较偏酸的即个关系，所以即个缺硼甲缺钙是一个足数上去拄到的即个情形吼，就讲伫这方面来讲。咱一定爱真细致吼，真细致去来拄到这款的这型号啊，所以这个缺硼较缺钙的这部分，就较容易造成。因为当时啊，伊可能无啥物看，但是到尾啊吼，变讲当时啊反定啊是安怎，这拢是有可能吼。所以伫开花又过一段时间，咱得爱提早哦，提早呢来甲伊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这处理啦吼。所以这一般来讲，咱伫这方面呢是需要安尼吼，算。钙甲硼吼，这方面先甲报告，袂讲，迄是唔是有一种病害啦，是安怎吼？这都有可能，但是呢，最主要这原因啦，最主要这原因呢，伊可能最主要吼，就是讲伫个钙甲硼呢，这中间吼，一定爱先甲伊这个保护够吼，安尼可能是较无这部分的这个问题吼。咱甘蔗类吼，佮有一下吼，当时咱咧讲的，即有当时就是讲即、這个有当时啊，伫即个叶啊顶管吼，是那种尖撑吼，即种有当时啊，伊也小花会滴啊，白白吼，即话嘛讲叫做叶吼，所以即、這个伫。过世的这个又过一段时间，伊就爱先做一个处理。所以咱今年那是较容易感染到这款的这个镜头吼。对，咱今嘛来今年当然已经未有，但是过来咱要做的这个工课，都是咧做明年要爱的这个。并讲今年咱知影有这个镜头，所以咱今年咧洗澡的时阵吼。有的人就，比如讲，较早咱可能用这个下油嘛吼，下油伫寒人可能是无啥要紧吼，但是问题就是讲，即马咱咧用的时阵吼，的这个下油呢，伊对伊的这个影响会比较较大啦吼，所以咱假好比如讲无，就一般刀仔用较厚吼，咱用较精炼过这种的这个植物喷洒油，这对伊这物件吼，然后你淋一寡像这个扁耐德吼，还是讲。一种即个新蒙大成分即类嘅新蒙奶普嘛，一般咱是会建议用免耐的吼。啊，然后你淋即个即种下油，吼，即种下油，一般下油啊，那会使，但是一般下油就是讲伊较高吼，所以对脏嘅即个即、這个影响较大啦吼，所以咱是较无建议讲你用一般即个下油吼，你会当用拄只不甲你讲嘅即种即、這个植物精炼嘅即吼，即种精炼油，啊，即种物件你做伙来个用。安尼起来，伊一寡即个防治效果较好所以就较无容易去产生伫果实方面的这问题。但是钙甲硼当然伫开花时阵，开花前补硼，开花了又过补钙吼，这拢是足正常的一个即、這个问题。但是即马来就是讲。要讲的就是讲，有当时啊，一寡即个病害嘛，哦，伊迄个外观吼，产生迄个变化吼，所以迄项钙缺硼，有时候也跟得很像哦，所以咱可能伫这方面咧，当首先吼，伫寒人即阵那是收刷了吼，整理好势，咱就会当改即个处理哩个安尼吼，安尼起来呢，就较无容易呢来改即个影响吼，所以就是也是伫这方面咧，爱稍来注意者安尼吼，即当提供互咱好朋友稍做一参考。哦，伫即个伫即个咧调整吼，咧处理的时阵，哎，当伫这方面稍注意一下呢，哈。嗯哼，好，来63386011，这是咱客运专线电话，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老师，那个陈建州的这个问题，你有看到吗？有看到哈，但是因为迄几天的相片已经。只能看到小张的哈，这是有关这个韭菜的这个问题啦哈，就是讲看起来呢改成因为迄个相片上过了细张哈，所以有看到伊黄啊是安怎呢？看袂讲真明显哦，很明显的一个真明显的一个竞争，但是呢应该是若无啥物意外啦哈，这种呢改这推断起来呢就有可能是这种等于讲。
讲啊，咱真侪人吼，因为韭菜吼，韭菜这种拢是即、這个一水一水咧刮吼，啊，一水一水咧刮的时阵，有可能吼，伊个黄气啊是安怎呢？啊，这含即个有足大的这即关系吼，含相反呢，含即个根螨吼，即、這个尤其那是你要较重。水吼，因为咱即阵啊较少落雨吼，所以足侪人会甲即个水分呢，因为即种要大吼，即韭菜你要大，啊要大你一定爱好有水啊，吼啊有水的时阵呢，伊即个啊罗宾根螨即种吼，即种病害的就容易来甲伊即个产生吼，啊伊即个你若是好伊一起来吼，当时啊你。一段时间过吼，都种无啥物问题啦吼，啊一般拢是第二年以后，伊个作群愈来愈悬吼，啊愈悬的时阵，伊就宽黄啦、欠长啦、死几大几大啊，即种影响到伊个即个产量。啊，那是高温多湿的时阵，伊就最容易来个即个产生啊，即种的即个问题。啊，你也知影吼，即有当时啊，即个根螨吼，即个每一年吼。其实今麦来应该是即个今晚的即个要得降价，但是今年拖真久吼，咱啊真济，因为有当时啊咱较热，咱拢爱饮水吼，拢爱水会走较济，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因为袂打有的人水吼，就是讲无互伊伤过好，伤过好打去啊吼啊，所以伊这种就是讲你也是互伊有即、這个啊。土面吼，会安尼一打一打嘛呢吼，哎有小块有一点么打吼，伊那小块有打起了呢，伊这个根螨就袂遐食烂啦吼，所以啊，这有可能是安尼，但是因为伊这根螨会去甲加伊个长，所以伊就较容易得这种这个细菌性的一个这软腐病吼，所以通常咱伫这个防治上吼，伫家都爱小来甲伊小来甲这注意者安尼吼，这真容易。这款呢，这个现象吼，所以这个看起来呢，真有可能是这个情形，然后因为我看起来是一大一大的死吼，啊，咧死的时阵，其实根螨吼，这长吼，伊是会变较歹安尼尔吼，袂讲怎，因为根螨啊怎叫翘起安尼吼，会啦吼，诶。根螨是一个头啊，就是讲伊即马去甲加掉，啊加加伊的，伊个根吼，就即个慢慢衰弱，啊叶啊就变细枝啊，迄个叶啊出来的，安尼起翘变形吼，啊无啥会正常，啊所以即种呢，啊即、這个多数吼，多数拢有即款的这问题吼，啊即点爱稍来改者注意者，啊另外者是讲你咧用即个根螨的药啊时阵呢，啊细菌性的即个病害，因为伊甲加。会有一个空嘴，所以有可能软腐病啦、疫病啦，吼，这种呢，啊，尤其这个软腐病来做回来，啊，所以真有可能呢，就做回起来，所以你看到都这款呢，这现象啊，啊，所以你外为这三个方面呢，去来改这做，尤其这软腐病，吼。今年种韭菜花拢个真严重，讲奇怪。啊，都无啥物雨水，应该即个软腐病会较无遐严重。但是因为咱无雨水，咱会淹水啊。啊，温度足悬的吼，而且咧淹水的时阵，佫毋是许伊无保持一个许排水无真好，还是讲伊个若是较黏的即个地呢，有时啊就足食力的吼。所以这点呢，可能咱好朋友爱少注意者吼，即、這个卖伤过头淡，爱当保持有即、這个许啊，但是就是防治上少注意者吼，就是讲伫即个今晚的这防治一定爱少来甲伊注意好势吼。啊，这点呢，当互咱好朋友小做一个了解的，安尼吼，提供互你做参考哈。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来老师，这个我们那个还有一个听友哈，问讲879哈，关于迄个新闻呢，那安尼是虾米糖改？这个甲看起来哈。即个那无啥物意外吼，那无啥物意外，应该是乌骨条啊，即种吼，即个黄条叶蚤即种的一个，即个危害吼，是安怎讲？咱会去啊，不会判断讲伊是即个黄条叶蚤吼，乌骨条啊吼，是安怎去讲伊是即款的这危害吼？即个原因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伊的一个即、這个。有看到下下迄个所在那处，小可无讲真好势吼。因为这种呢，因为黄条叶蚤当时啊，伊危害伫即个叶啊吼，啊所以伊通常那是仔啊新买吼，有可能会去予伊啊，迄乌骨条的即个叶得去甲伊即个去甲食伊这個。
伊这幼虫吼，甲成虫拢有可能啊，所以因为仔呀，看起来那种安尼神仙吼，所以真有可能是这个啊，幼囝去甲伊是毋是去危害吼？我咧又是安尼啦吼，这啊，因为相片真细张吼，所以呢啊，很难吼，真歹去甲伊做一个这个啊，做一个判断。但是这个机会足大吼，所以啊，一般来讲，这个乌骨贴啊，咱要防。滴个时阵，尽量是当喂这个水哈。啊，算讲你较艰苦嘞，安尼先饮水过，饮水过了呢，伊是不是吼？伊是不是这个遐乌骨条啊，茎拢会走起来哦？啊，咱较来抓哦。所以做侪拢讲乌骨条啊，抓无效，抓无效，当然无唔对啦吼。伊实在是无好抓啦吼。啊，但是你若是当安尼来用吼，伊都会伊这效果比较较好哦。啊，一般来讲，挂菜、芥菜。芥菜呢，挂菜可能是乌骨条啊，吼啊，伊上喜欢的吼，应该是排头第一名的，然后应该那是无啥物款的，这意外呢，应该是排第一名。但是啊，你讲像这各类菜，敢特别有这乌骨条啊，这嘛是拢会啦吼。过年啊，当然伊是更加爱食啦吼。但是呢，啊，这个各类菜有哪会吼啊？所以这种呢，通常就是爱小注意者，这新买者这蔬菜就容易去互伊夹伤吼啊。这点呢，咱可能。爱小注意点，因为过年烫天吼，这款啊，这个黄条叶蚤吼，这个骨条啊，可能是拢在台湾吼，大概无啥物，较无遐严重的这季节，当然你那是较打伤、较无落雨、较高温、啊较打湿的这季节，就较容易发生。所以今年咱啊，真侪这个骨条啊，就会较严重。所以咱就我好朋友吼，因已经习惯了，伊管伊有严重无严重哦，反正伊就是这个在伊的身躯内底，伊就是也无咧插伊吼，伊就是这个黑将军吼，啊固定，就一直用一直用吼。啊，所以人别人咧讲乌骨条啊，足严重，伊讲有啊有，嘛是有吼，啊，但是伊迄个密度啊，就较低，较袂遐严重。哦，所以这点咱好朋友呢，当啊稍来解这了解点吼，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吼，这提供我咱听众朋友呢啊，当稍做些这个参考吼啊，所以这点咪当和你稍了解者吼，这大概应该是这黄条叶蚤吼，啊，这个骨条啊，咱咧用咧这药啊呢，像大概拢是这有机磷脂吼啊，但是啊，比如讲这个啊，你若用阿巴丁甲贝丹吼，这都可以用哈。我是较建议讲像这种药啊，吼啊，要种的时阵，算也一挂这白丹叶啊，吼，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伫咧安尼，吼，所以这希望讲咱听众朋友会当小知影者，这大概是安尼，吼，啊，所以我咧药吼，这应该是这个乌骨条去加，哦，这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药，吼，嗯。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可以转刷电话，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赶快呢提醒你，隔天讲呢透早吼，咱4点至6点，隔天讲呢8点至10点，这拢是咱的重播时间。兄弟兵听众，如果你若是有任何咱今日所讲的内容听了不清楚、不了解呢，你依然会当吼利用咱的转哦，这两个时间呢过来收听一解吼。好了，老师，我们继续吼来看一下。我之前有答好你的一个题目，我们就先从那些吼来继续吼、不然就一个是黑将军这个问题哈、对，好，这个咱就赖先生咧问讲，这个黑将军哈，是不是当含植物油加做伙来用哈？这绝对是当安尼来用，我伫后面上你会当直接安尼来喷啊。但是这植物油咱咧用哈啊，比如讲你用的是用这个。是植物喷洒油哦，这种嘛是矿物油啊哈、哦。啊，你一定爱注意迄个倍数哦。即有诶迄个油吼、哦，用作重诶吼，其实用重有用重诶好处啦吼、哦。啊，但是用重有时啊，迄种油呐，毋是讲调料真好势吼、哦，就较容易有害。即个咧用诶时阵爱注意，还是讲你用诶是即个亚磷诶，用即个叫做。葵花油加洗碗精，还是葵花油加这无患子这种的这个啊，这种物件来讲哈，你咧应用这些物件的时阵呢，啊，一定要注意这乳化程度，比如讲已经搅好啊，放底下放真久啊，你结果佮佮落去转，结果转袂焦，这有时啊效果都无讲介好哈、啊，所以你也是讲这两项要难做伙用这。
可以用的哈，这会当用的啦哈，所以呢，这个一定得爱小来改这注意的哈。啊，所以这一定爱提醒单数的这个朋友的这应用的时阵，那个倍数哈，最重要是那个倍数，你要注意一下。你那是要用这个啊，这植物喷洒油，因为你想植物油，植物油直接用哈。是无法度的吼，咱你平时爱先乳化嘛吼，乳化意思就是讲，比如讲，咱用这个葵花油，哎，植物油对吧？啊，加洗碗精吼，还是讲葵花油加这个啊、这种叫做这个无患子，拍摄拍摄，头壳烧个空空，哎，没关系。加无患子的时阵吼，伊迄种物件是乳化剂，哦，你一定要有乳化料，伊看，因为这个物件靠我多含水。去溶解，安尼喷起嚟，较喷会焦，哦，啊，所以咱伫这个部分咧应用的时阵，你一定爱注意到这个吼，啊，因为黑将军，安尼咧用是没有问题的啦，吼，啊，当然，黑将军吼，咱一定就是讲一个时间吼爱固定啊。比如讲，我细长，我要静静静，还是讲啊，我反正固定时间，我就甲喷一挂，喷一挂，喷一挂，啊，尽量因为这种物件吼，虽然你已经含白将军比起来，加做唔惊之类，但是这菌吼，这种啊，这黑将军还是嘛是算较惊之类一种啊，吼，这种菌啊，含所有菌同款，啊，所有菌伊个毒蛋白伊个更加惊之哦，啊，所以咱咧应用时阵就是下午吼，尽量伫下晡时啊来用，哦，下晡三点左右啊，咱来抓抓的，啊，即嘛糖都啊好心。三点嘛，可以，你往那出门啊吼，去糖做搬动啊吼，就是因为搬动他去做糖，啊，今搬动啊起来，啊起来了，伊今嘛去割掉这个黑将军，啊伊的隔天伊可能就未加，未加伊的感染，安尼这效果较好，哦，啊你也是知啊咧用黑将军，啊你咧用虽然伊咧。我那有效果，但是伊个效果其实歹。当然乌阴就无差啦。我变讲伊讲拢乌阴啊，无啥物紫外光啊。这些将军底下啊，烫起来啊，都去烧掉啊，伊都有一定的解决效果哦。啊，这个黑将军吼含苏力菌无同款，所以菌是烫爱食落。黑将军唔免哦，黑将军是蛇鬼伊得诶，这个啊伊得诶，这种感染吼，那种一种伊诶病得掉啊吼，他就会得一种病安尼哈啊，这啊所以你啊含植物油做起来用，它是可以用的哦啊，这当咱好朋友呢小做者这参考，啊，只是讲直接搁再主甲你强调一遍，因为啊这油一定爱乳化，啊，当然你若染像这个啊植物喷洒油这种吼，看。较好诶，一个即个啊，即个矿物油来讲，这当然是完啦 ，OK 的啦吼，就是讲啊，这效果会搁较好。啊，问题是讲，你嘛是爱注意倍数，比如讲，伊就是400倍、500倍，啊，你卖改用啊100倍安尼吼。我讲100倍嘛无代志，啊无代志，但是有当时啊，这种物件油啦用伤侪时阵呢，啊，尤其咱咧用有足侪人讲，哎，植物油少少，我用足用较重的不要紧哦。迄矿我家己做诶，即个葵花油加洗碗精、葵花露哈。用较重的不要紧，但是用较重嘛是要害哦。虽然你无毒啦，但是对植物来讲，伊得巴结的种也袂穿开，也袂穿开吼。迄个物件自然伊得啊，即、這个会去影响到，所以这点咱可能好朋友还是要注意者吼。这是咱啊，听众朋友问到，但是呢，我讲咱听众朋友做者即提示啊。即阵啊，咱咧讲即个将军咧，有黑将军、白将军、绿将军吼，做者人伊伫咧搞，不啊讲有绿将军啊，绿将军是大陆个名吼，绿将军伫台湾就是叫做黑将军吼，所以这是咱伫即个分别上安尼，袂讲无啦，人迄叫做绿将军吼吼，对对对，啊，可能因为迄个将军。类有一种色泽较无同款，其实如乌的吼，如耐热吼，所以伫台湾咱用的这个白将军效果无好。你看册讲好，讲白将军效果就好诶。伫台湾咧用吼，除了即阵啊吼，无超过25度的时阵吼，没有超过25度，我甲你讲，白将军真的不错用。好，那虽然咱啊一点点，咱也有一寡这个介绍，咱听讲没有用这個黑将军吼，但是无超过25度的时阵，你用白将军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黑将军当然是伊较唔惊热吼，啊，所以你会当两项搭配来用。啊，这個、白将军足侪人问讲要去对摕去中药房买的有啊，但是你爱买姜蚕吼，白姜蚕还是姜蚕？啊，那是买来一只乌身乌身迄种，迄叫做制姜蚕，也有行会行过来坑开股。迄种用途无同款，迄种伫咱咧应用，迄种白将军都无，迄种制姜蚕迄都无效，所以足侪人用白将军用无效，拢啊伫讲啊，迄乌白讲啊，咱有讲过吼，咱讲较足清楚吼，即种物件真正就是啊，有诶讲啊，他。大得遐麻烦，啊，无啊多啊，有时啊要省两仙钱啊，还是讲啊，即个做有机栽培，即个
药就是安尼吼，诶啊，就是遐连回吼，啊，即无啊多，但是有一定的效果。啊，所以你啊，伫这方面来讲呢，嘛是大家当小知影者安尼吼，啊，互相啊对这物件有者了解，我感觉讲这也是一件好事。广播电台 FM 99.5。